从画面可以看到，现场美术馆外人潮是相当多，排队队伍是看不见尽头。不仅场外人多，场内也是不遑多让。奈良美智特展首度来台展览第一天就吸引大批民众，光是现场就有800多人，还有不少民众线上预约，想要进去看展览，至少得排上一小时。排不到时间就来了，然后来的时候就已经牌子就已经写排队终点，对，就已经很后面了。刚有排很久，排了2个多小时这样。还有民众特地从新竹北上，展览还没开始，现场就已经挤满不少粉丝。而这次的创作周《朦胧潮湿的一天》，更是奈良美智在经历3.11大地震后，特别想着台湾创作出来的作品。他强调，这幅画让他有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，展现出台日友好的关系。而这次展览除了在台北展出3个月之后，更加码7月和11月份也将会在台南和高雄陆续展出。